今天他们的表演让我觉得非常鲜活的真实存在的两个人站在舞台上表演，虽然说可能他们今天这个表演跟以前比起来会有一些些瑕疵，反而这样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生命力。我觉得白兔今天从他们两个人的能力来说真的是破釜沉舟了。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白兔。我是姐姐 Miko 孙涵。我是妹妹优米孙玉。上一次的公演舞台唱了从来没有对彼此说过的话，那现在呢这个舞台是唱从来没有对你们说过的话。既然白兔决定要站回到这个舞台上来重新出发，我就希望白兔能够给所有爱白兔的人看到，给歌迷看到现在重新站在舞台上的白兔是什么样子的。今年我们给自己就白兔一个新的定义，就是 BY 的二次方 Boundless Youth 跟 Be Yourself。 Boundless Youth 的意思其实就是青春是无限的，热爱是无止境的，然后我们要跳脱出自己的舒适圈。 Be Yourself 就是这次是为了自己，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请为 BY2 点赞。